Hey, Stuart from C4, why the long fac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I mean, why are you so sad? I've got the blues. Well, cheer up, buddy. We got a great episode of the Soundstage coming up, starring Zhang Ling and his band. He plays blues music,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the root, if you will, of all modern music. And he also used to be in a band with Cui Jian, you could say, who is the root of all Chinese modern music. And also, thanks to Chinese idol singer shows, he's been bringing blues music to the masses. What, you mean they didn't have blues music before him? Well, I mean,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knew about it. Oh. I'm even more depressed now. I think blues is very real.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People are like this. You are not very complicated people. We are very simple, I think. Okay. Sun Wen Yu.Thank you.
第一遍。我是觉得，不管是玩爵士乐也好，还是玩摇滚乐也好，我觉得他们其实说回来都是 blues 的孩子，孙子辈的或者孩子，就因为他们的血液里边都流着blues 的血和 blues 的基因，摇滚乐的那种自由那种表达方式，和爵士乐的即兴，就是把所有爵士把和声旋律节奏的无限的即兴拓展，像这两种自由创作的这种特质，其实都是 blues 的基因，都是从 blues 来的。 blues 从一个很简单的三个和声，或者哪怕一个和声的一个 groove 一个小律动，它的空间很大，它给你很大的自由度啊，还有那种画面感，让你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现代的这些音乐。所以 blues 是潜移默化在任何一个现代音乐的这个里边的层次的东西，但是也是被正是因为这样被很多人忽略啊，忽视看不到的啊，但是你确实躲避不了它，它就在任何一个地方。 blues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情感表达方式，而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对我们传统中国人来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内向，比较说话不是那么那样，但是这种黑人的这种 blues， 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非常好，他把一个非常哀的东西，他说的就是换一种方法来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会好啊，就是调侃一下自己。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很轻松，又能缓解你的那种心态，我觉得悲伤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表达宣泄的方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就认为 blues 嘛， blue 是 blue 的复数，是吧，是很多忧郁特苦逼的一种感觉，对吧，认为早期的 blues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随着逐渐就是美国它的社会的发展，黑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然后 blues 风格也逐渐的更加多元化。Blues 这种音乐风格内部也分很多种不同的风格，早期的 Delta 三角洲、芝加哥，到现在的有一些甚至就摇滚一些的 Hard Rock 这样的一些东西，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就像领哥刚才说是特别真诚的，他用一种特别直白真诚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痛苦、快乐、悲伤。蓝调口琴在中国特别少，玩的人很少，我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开始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它，然后我就想找老师。当时我在南京，没有老师，有骗子没有老师，有人说那个人会，然后我去了，我发现他是一骗子，他不会。然后后来我就上网，找很多资料我就学。然后即便是这样，你自己已经学的还是可以了，周围没有任何人吹这个，他们甚至不接受你的这种风格。当然也是我吹的可能不够好，但我主要的职责是一个政治老师。他原来是四中的政治老师。我以前是北京四中的政治老师。对，我觉得好歌曲总的来说哈，对我来说，还有对我们在做的这个 blues 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在决赛的时候，小松东子他们俩都去了，那种呈现是之前在中央电视台的音乐节目上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呈现形式。这种纯 blues 的东西，而且是中文的 blues， 让这么多的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blues， 而且他很喜欢，他能感受到那种感情，而且这个受众是从年岁大的和到小的，这个差别很大，这个跨度很大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怎么说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觉得 blues 这是绝对是音乐层面是好音乐，音乐是不真的不分国界，而且不分人种，都能感受到。